无声。好啦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我相信你们已经都准备好了。好，被挡刀。好，我们先来做做我们的基本功操，打拳。好，宝宝妈妈先来看看我们打拳怎么打。好，被挡刀有没有？脚合拢。好，筋骨首先放下，预备一样抱拳，预备哦，要有精神的哦。停住哦！哈！三哈！记得收四收一哈！二哈！三哈！四收一哈！二哈！三哈！四收一哈！二哈！三哈！四收停好不动，三二都不能动哦。一，请放松。好，宝宝妈妈先来给我们拍手。好，很好，第一招出来就气势非凡。妈妈，好，等一下宝宝妈妈来帮我看看我们打拳有很多的要点哦。第一个要点，小朋友请帮我说，两拳打同一点，瞄准同一点，两拳出拳都要瞄准同一点。好，第二个要点，手插身体出拳哦。好，所以啊，他们在同一秒钟里面要注意到两拳有没有瞄准同一点，同时还要手插身体出去。还有一个要点是前手打拳，后手要用力收回来，所以他关照的不是只有他的前手而已，同时后手也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因为他的两条手臂要连贯在一起。好，爸爸妈妈接下来再来帮我看看有没有我说的以上这些要求哦。好，请坐下来就可以了，谢谢。来，小朋友再一次准备喽！我来看看哪一台大炮车最厉害。好，筋骨脚合拢，冰原历险记接力。抱拳预备，要非常有精神哦。预备，抱拳预备，左手左脚，一、二。爸爸妈妈来帮我看看你们两拳瞄准同一点。随便乱打一通呢。爸爸妈妈帮我看看，上半身做的是这些要求，下半身弓箭式呢在锻炼孩子们腿部的肌力训练哦，所以他们弓箭式要扎实的踩在地板上面，所以孩子们的专注力跟专心度一定要非常的集中，所以打拳同时也是在练习孩子们的专注力哦。因为啊，他要两拳瞄准同一点，手插身体，前手打拳，后手用力，要每一秒钟都要非常专心在他自己的身体上面，才可以每一拳打出来都面面俱到的哦。好，继续。好，